我们今天要来挖这个韩德鲁，还有排浪头，左岸拿买回来的，装上去给大家试一下。哎，他没有这个，没有 N 呢，怎么办？可以没有 N？ 好，我带去麦当劳买。这里就用不到了，退休了，换这个。哦，我等一下试开一下手感好不好？手牌好开耶，还是拍手牌的比较爽。好，去麦当劳买，很抛啊。汽车教授，职人洗车用品专卖 ，Ultra-S3， 地表最强行车记录器 ，Avir， 环保生活科技领导品牌。耶、yeah, ，大家好，我是科比强教室。耶、yeah, ，你看，哎、欸，身后这一台，哎、欸，N2啊 ，N2 哎、欸，对啊。N2 啊，六百块哦，哎，不是啦，这台是我们的 N135 啊。我们今天要来挖这个韩德鲁，还有排浪头。为什么？小时他托他朋友从那个左岸拿买回来的。啊，为什么从对岸买？因为对岸BMW 有时候是他们的国产车，哎，东西不会很贵，所以我们买回来，第一我们要测试它的品质，好啊，密合度都可以，刚好我们来试看看，装上去给大家试一下。排浪头我们就买了有几个了，亮晶晶跟另外一个是卡梦的韩德鲁。好，那我们来装吧。也是趁这个多少，好像要赌运气，运气好一下就开，运气不好可能要喇叭都按几个才会开。二十哦，新旧对比，因为是黑的变卡梦。哎，他没有这个，没有 N 呢，怎么办？怎么可以没有 N？ 好，我带他去麦当劳买。他比呢？比是假的。应该是假的啦，这应该是这个应该是真皮，他们双 B 做的是，感觉蛮简单的，就越卷单越难把。顶多日系车啊，他用锁螺丝的靠板，螺丝绑起来啊，而且总劲啊高诶。那他这个是怎么拔的？这个就用力就把它拔起来了，哦，这个要研究一下，因为它砍得蛮紧的，比较简单，可能要拿去旁边再研究一下，才可以把它拔下来。我把它翻起来看，因为它是这个是扣起来的。它是用那个金属扣完拔住，有没有转？你看转不开，卡梦的有没有？我先装上去来看一下，我帅不？帅啊！帅了哈！今麦来准备，要来跳这个韩德鲁。这一个就是我们弹簧会勾住，我们等下就是要把这个扳开就起来了，有吗？这样扣住而已，一个像 U 型环这样。其实它算简单的，可是哦，反而锁螺丝的比较好转，这个卡住就比较不好用。哇！亮灯了啦！耶，电被我拔起来了。不用，因为要不小心把电拔掉，然后车子还是发动，需要清理灯，所以要插电。耶、yeah, ，啊，这个你看哦，日系车跟国产车不一样，这我这是收螺丝的另外，啊，咱一般是对是收螺丝尾。我们今天要来拔这个了，这个要拔过来，我们去找个桌子，好来拍比较好拍，走，立好吗？金刚不是好吗？这是拔起来的呀。那这里有两颗螺丝。对啊，两颗螺丝。新型的。对，新型的。你要看我清楚，然后动作新型哎。它是插下去的，我等下拔下来来让你看。哇、哦，我们接下来是主要是两个方控，把它拿下来就好。哇、哦，这一个我们车上已经有卡梦的、嗯，除非你想把它换成这个，这样上去就好了。阿联阿联 Kitty。可是我们是卡梦高碎嘛？需要。对，方控。这里。对，两颗。两片是靠螺丝锁起来。对啊，你看刚锁的是锁这里啊。好，起来了，耶、yeah ！这就到时候就回归嘛。这就是家的，好嘞。啊，那就是安尼啊，应该换五吧。这里就用不到了，退休了，换这个。哦，你这个就没有锁了、啊，因为锁是靠这个，所以这个一样拿拔起来。过，这样。换，硬拔就关。它、啊、是锁回去而已啊，就是很简单的吧。好，刚看锁几次就把几次锁回去而已。啊，这个啊，一切都是我的嘛，阿内，就是你玩的啊，哇，弄差了阿内啊。好，因为这个是软软的，一二三四五，五个，对，五个啊，加两个螺丝这样而已。就是走线，你看，就走线线槽，我看线槽，调了，完成。哎，好了耶，面板有点旧。那个面板？
你说两个比起来，感觉这个比较旧旧的，对吗？这是不是要把这烤起来，然后就会松掉？没有用过嘞，看起来，对啊，快坏了，快坏了。哎，起来了！快点啊！一坏了就起来了。啊，这样怎么固定？这两只脚的机架扭起来，啊，怎么接啊？那就是靠这个钩住，所以我刚刚就想说，是不是这个破坏掉它就可以了？它这个还是用有粘住哎，哇，有两条哟。啊，哇塞啊！不然就是哈，给挂它规矩书啊。啊，用书袋。嘿，嘿嘿，投进去的束带，等我一下，给我几秒钟，我就拿回来。这样就好了，最简单的。哎，阿德乌啊，大的应该在前面吧？走走走走，我们去看。好了，整这个喽，快好了，快好了，好了。夕阳嘞，你刚刚赶到干去哪里？夕阳爆掉，要还我了。这线接回去，然后把那点优质型卡进去。对，要下去喽，下去你看哈，这两滴就是高的了，按它做一轮粗粗的插落去，安尼对啊。哎，我不晓得，枪声都掉下了。好 ，BB 比赛，大声，对吧？小灯，这是定速的了，定速亮绿色的，对吧 ？Empower 的这些会有一些红线跟蓝线的，看起来会比较运动感。好，去麦当劳买 Empower。我觉得这个造型就是蛮符合人体工学，你手这样有没有？大拇指这样有没有？开车的时候这样扣住啊，类似像抓地力又比较好，手感会比较赞。手的抓地力，对啊。汽车教授，职人洗车用品专卖 ，Ultra-S3， 地表最强行车记录器 ，Avir， 环保生活科技领导品牌。好，新旧比对，这是全新的装上去的，啊，气囊一样用原本的嘛移过来的，啊，因为有些会换的比较新的，比如比较新的像丁字裤就是很小颗，有没有？您刚有看过吗？很小颗这样。可是那个就要气囊都要换掉，我们是用原本的下去改过来的啊。差在哪里？你看他没有 N power 对吧？裤底 N power 内裤，好没有了。可是这安全带，这里啊，我们等一下试开一下手感好不好？我就觉得现在摸起来是还不错了，只是说耐用度我就不知道了。类似像变形虫这样，没有？对，平把的。BMW 我是对那个直升机的中间下了，哇呢？穿这么厚，没关系的。航土师，就这样的，不管了，掉了我们这边就还有一个。哎呀，这个是怎样？这个要靠起来吗？靠不起来，再点一个比较大的这样。啊，它不会掉，因为这个不会掉。你知道为什么不会掉吗？因为气囊会砰就摊开，它会这样翻上来，它不会掉。啊，因为它会很多品牌，比如说比较细一点的，它会刺到眼睛，它是很危险的。哎，等一下，你开看会不会都亮灯？我刚开的时候全亮灯了。干一样，没了，傻笑，为什么没了？为什么灯啊？老有灯，为什么？我还有录影哦，你有录影哦，我录哦，好啊啊，我开有吗？我开两次哦，两次的机会，我都是没有，你骗我，然后亮灯，我开他开两次都亮灯，他喜欢你了，为什么是喜欢你？喜欢的人才会亮给你看，亮出底牌嘛。方向盘到底要怎么试手感？平常我都随便乱摸而已啊。啊，在开那个时候，就是会手就会卡在这个沟槽里面，就比较战斗嘛，就这样。哇，那个哒哒哒的声音到底是什么？好像是冷气在跑的吧？这灯是有改，还没改好。这冷气啊，哇，冷气在走动的声音。我们要换一台车。好，现在车还在整理。哎，死亡弯角。上次我们在这里掉下，他这个是自己贴的吗？对啊，跟这个一样，凸的啊，对啊，也是自己贴，这个也是，对啊，一定都要的啊，是吧？哎，这个不能太用力耶，它会分离。手牌好开耶，还是开手牌的比较爽，目前感觉还不错啦。可是
这个不是加薄的，这个是拢削胶的，它真的不能搓太大力耶，它被我拔起来，你看。对啊，它真的，你要不要改善一下？对啊，绑下面一点就好了。啊，束带小一点，绑下面一点。这个我反而比较适应的，因为我都是平的。这车要卖了。先把这些灯号弄完了，我再试开个两三千公里再说。是啊，我们要测试啊，测试要久一点啊。你就开个一百公里就好，你回家一趟就好了。不然我帮你安排一个职位啊，就是我们上架的车辆拍照之后，就是全部结束了之后，你再开一趟，没有问题上架。最终试车手，哇，你也可以应征很多工作嘞，某某叉叉那种验车机构可以去，每辆灯这个是可以买的。你说来什么叉？来叉的啦，还是什么的啊？对，就是那一种都可以去。好，安装完毕，我们试完车了，还好有试车，有试车我们才发现一个小小的问题，就这个，这个我们要再改良一下，再往下多一点就好了。那时候怕掉，我们绑比较上面一点，我们决定就要往下面一点，束带就要往细一点，就不会跳弹出来了。因为刚刚拉紧，它就会这样扯，它就把它扯出来，因为它是卡扣而已。各大网友们，你们如果真的有去买的话，大概教一下怎么去拆哈。它这边有洞上来，你看这边有一个，你注意看这里，要用小一字上来，拨一下就开了。对，啊，这样就换了就起来。气囊拔的时候记得要熄火，之后才把它拔起来，气囊灯才不会亮。你熄火拔还是可以啦，可是熄火拔有个坏处就是它不能转。教大家换方向盘跟换一个排量头，听说不贵啦，因为价钱多少我真的不知道，可是说不贵啊，你可以。上网可以查一下，换一些喜欢的样子啊。这个原本的我们一样会留着哦。我相信大家换起来应该不会把它扔掉了，就放着。假设有一天你想卖掉，说哎、欸，我原本的在，就两个可以右臂啊。这排量头今天用卡蹦的，你如果不喜欢，也、欸、可以拔掉再换那个亮晶晶的也是可以。耶、yeah, ，今天就分享这个哦，好，记得帮我订阅、分享、开小铃铛哦。耶、yeah, ，拜拜。汽车教授职人洗车用品专卖 Ultra S 3地表最强行车记录器 ，Avir， 环保生活科技领导品牌。我把它拉到平行就好了。哎、欸，这个比较细，这个、比较细。上去打打看，来吧，用力打一打。我知道了，我应该把那个头，刚说要把它转到后面，没有转到后面去。我把这个头转到这边，再一次。再给我一次的机会，啊，这么快改一套剪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这是最远的了，哇！最远的应该就 R， 对，倒车档，这两个是最远的了，可以了，哦，耶，赞。